极修超力，人性放大镜。大家好，我是天文台。大家好，我是坎迪。那本期的尾端比较特别，就是我身边的小朋友，你好，小雨是吧？嗯，今年多大？今年12岁。好，今天有什么事情找到我们呢？我是想拜托你们帮我找到我爸爸。你爸爸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爸爸好像要准备跟我妈闹了。那就是超级搜查令有史以来最小的美国人，他是一位年仅12岁的初一学生小雨哦。一天晚上，这小雨呢背着书包匆匆尾过我们搜查令，说要寻找他的爸爸。他的爸爸到底怎么了呢？哦，那你爸爸在哪里呢？现在？我确切的位置我也不太清楚。那你妈妈呢？我妈妈，因为她跟我爸爸吵了一次架，而且吵得很凶。然后我爸爸把我放在他们放在阿姨家，然后妈妈和爸爸就再也没出现过。好，那你现在在阿姨家住了多久？住了一个多月了。一个多月，爸爸妈妈都没跟你联系过。对，电话没有打过电话，你可以打电话给他们呢。爸爸的电话打不通。妈妈倒是打通了，她说她现在正在北京。但是你阿姨应该跟你爸爸有联系的呀。我。问阿姨就可以啊。阿姨说，总是说爸爸他现在正在出差。没可能，一点线索都不给我们，我们怎么去帮你？对，小雨不是不想帮你，但是时间我们怎么找？我们无能为力，世界太大，一定要帮我找到我爸爸。我现在已经好几天都没吃中午饭了。为什么会不吃中午饭？因为阿姨给的钱不够，然后我把他们家能吃的都吃光了。哦，没有，那晚饭呢？怎么解决？晚饭因为这次委托我中午饭，我晚饭就你整天到现在没卖出东西啊？要不这样，我们先去找点。哎，思琪，我们先快去餐厅，我们先吃点东西，委托的慢慢走，好不好？什么？几天都没有吃午饭了？那真的这还说什么？我们的特派员迅速带着小雨去填饱肚子。可是面对小雨这个毫无线索的寻找爸爸的委托，实在令我们制作组十分为难哦。为了小雨的健康成长，我们制作组最终决定还是接下这个搜查任务。于是我们决定隔日先从小雨父亲的公司打开局面。我们相信有文台和 Candy 两个号称华语最亮的主持人在，一切老 case 喽。好，那今天呢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张先生的公司。对，现在是下午6点钟，那我们一下进去找一下他，看有没有办法知道他现在人在哪里。对，能不能找到他的唯一线索，就在他公司了。希望我们今天可以有所收获。就靠今天，我们试一下。你好，我们是华语电视超级说话电台。好面熟啊！不是啊，我只是面熟红了，好不好？认识他？认识他？起来遮住我了。好，见过我的。你没见过，拜托。哎，你见过他没有？拜托，我心里不会跟他说，心里不会跟他说。我们其他的不要多说了，我们这次来是想找张小明先生。对，我想问一下，他是在这里工作吗？张小明。是。啊，他现在人在这里吗？去北京应该多久了？是这样的，因为他孩子已经1个多月没有见到他了。没错，他孩子委托我们想，我们帮他找爸爸。如果我们打他手机打不通，或者有没有别的联系方式给我们，我们或者这样子，你可以帮我们联系到这个张小明在北京的一些办公室。对对对对对。